咱俩的月老又回来了。方志敬啊。嗯。你能不能离他越远越好？这一段时间千万别去招惹他。回来了。我不行了，我累死了。过来。李璇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好像你跟我在一起以后，夫妻就只有一块了。谁说的？你知道我今天回学校看见什么了吗？看见刘思思了。刘思思。嗯。又是刘思思，又是刘思思是吧？看见谁了？今年的新西安全竞赛，在咱们学校办。是吗？我看了一下参赛目录，看到点好玩的东西。什么好玩的？咱俩的月老又回来了。方志敬啊。嗯。他这人真是绝了，每次我要忘记他的时候，他都要出现刷一下存在感。实力非常大，尤其是在肿瘤药物方面。对对对，能升得到各个公司。哎，老高，进来进来。能升到各个公司，如果我们能顺利合作呀，那将会对我们 LP 的实验数据提供很大的便利。对，老高。嗯。坐那儿，李行。老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坐。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看你挺着急的。我看到方志敬了。我看到方志敬和大赛组委会的人在一起，好像听他们说起了三年前比赛的事儿。李寻，你能不能离他越远越好？这一段时间千万别去招惹他。这话你应该跟他说吧。我管不了他，我只能跟你说。我已经向 UCL 提交了我们之前参加比赛的获奖材料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过段时间我的 offer 就能下来了。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不能出任何的错。我明白。李雪，算我求你。哪儿那么严重啊？老高，你放心吧，我没那闲工夫。你倒杯水。